经理，你稍微说明一下，我是学艺术的，那么，在高中、高职，那么也教很多年，那么现在在国中啊，那二十几年也快退休了哈。那我想参加这个媒体知识竞赛也是，不是刻意要去比赛哈，只有时候呢自己很兴趣啊。那么我是连续比赛三年哈，那么都是两年都是第一名哈。那我原来是媒体是学校的哈，那么待会会告诉各位老师怎么来做一些哈知识媒体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讲题是摄影的，其实这么说了哈，我觉得。在我们在各位老师现在这知识爆炸时代里面，电脑都会用，但是总好像说图文的东西你只会文不会图，所以摄影的东西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我们不能再拿以前的观念来看现在的东西。我老师说光这是什么镜头是什么，然后呢那个很古板的东西，其实摄影有时候根本用不到相机啊。所以说摄影的名字在大学已经慢慢改掉了，不叫摄影系，要叫图文传播系。就是说像知识媒体比赛，我的知识媒体比赛有的根本没有用相机，我的幻灯片没有用相机啊，那怎么感觉上奇怪，你不是去拍幻灯片来做知识媒体吗？其实不一定这样子啊，我根本用不着相机，我也一样可以做一套知识媒体的作品啊。所以今天让老师这个希望你关注，为什么今天开这个课，我觉得这个课排得很好，坦白讲，因为这个对老师帮助很大，很多东西你都知道，甚至在我平常是就在大学上这个叫研究社呢啊，摄影研究社有上课，平时在国中给老师知道哪有什么课程，但是我自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业余的兴趣哈。所以在学校里面我到底做什么，我学摄影干什么啊？比方是说你在学校里面，像我学校的有些出一些资料啊，比如说你要老各位老师知道，我编那个九年一贯的教材哈，编一个学校的校园的树木啦、花啦这些简介，那你怎么样子做？你光会整理不够啊，你会整理书这个整理树木的树名哈不够，如果没有很漂亮的图来跟这个书对比的话，对照的话就不那么精彩。所以说在每一个学校老师都可以自己做啊，把学校的东西拍得很好，那么印得很好啊，这样子可以让你的这个书本更好啊，那么学生收到知识更多。所以比如说这本鸟语花香我是要编的啊，这里面很多的图呢我都是用幻灯片做的啊，那里面的特色就是说每一张图呢都很锐利啊，色彩很清晰啊，都是自己拍的。那么如果你去借图档啊或者电脑拉下来，那个有时候模模糊糊的不会好看，而且不是你校园里面的东西嘛，虽然这个榕树到处都有榕树，但是只有你们榕树长跟那不太一样，那用自己学校榕树来对比会比较好一点点好，所以是这样子跟让老师了解。今天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可以拍到这些照片，其实是你有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拍，绝对不是说买一大堆头的校正器材才拍得好，甚至只有一部数位相机一样可以做得好啊。所以今天下午各位老师可能会不会过得太轻松了哈、我会尽量跟同学，比如说这本我们编的艺术文化教材，这是我们自己小编的啊，比如这些封面啊，这是我们叫校门，那里面呢所有太平式的图文档图档都在里面，我们得自己找来拍啊。或者说你要编九零一贯的教学活动，各位老师国中的国小老师啊，你们编的最多，你国小最会编书，我知道哈。像这样子啊，九零一贯把贵的这个这个学习单啊收集一本，当然你看我这个封面，我放了一个同学下课的照片，那么我用黑白来呈现。那先生我有某一些教育局的观念，他说你这个好像是外面拿的图片，没有，我说我只是让他有特色，让孩子喜欢看到不一样的图片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这本书其实封面它在很重要，它让他觉得耳目一新，这个书是不是好看，其实里面也直接学习单的黑白的，好，这样子真是不少哈。或者说比如说简介也是一样哈，每个学校都有个简介，有些学校根本找不到，很难找，那如果有简介的话这个是有特色的，把学校简介呢特色装在一张简介上面
宁夏到底有什么特色，有很大游泳池或办什么活动，其实这是需要做的。然后呢，你用很漂亮的图档把它做一个简介，这样子，桂老师年轻以后都是主管了，相信你要当校长，如果来经营学校的话，借着简介，相信对每个学校的一个介绍很方便。好，这是我顺便说明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再简单说，就是说你如果用数位相机拍跟传统相机拍哪一个比较好，我应该选择哪一个？其实会整理，任何照片你如果不会整理，你好相机也没有用。比如说我们以前传统，难道传统底相机数位一来就淘汰吗？也不一定。但我习惯上会这样子，每个底片呢它都有打孔，对不对？那我会装在一个夹侧把它装起来，然后把第一张，因为一般来讲相机都会摄影公司帮你有没有会冲一张目录一样嘛，就把这张目录钉在上面，那以后你找图片很好找嘛，找这不会难找。虽然数位相机感觉好像在电脑上，哇，图档电脑，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方便呢，东西放了太多，你舍得丢掉，一直在电脑里面找，找头眼花，还不一定会比这个好。所以这样子的这种的保管收集方法、保存方法也是可以考虑的。或者说你这个太小，那你可以照相馆说，我把目录稍微放大，好，我也是把印箱印那么大，啊，印的大张一点，很好找啊，收集在一起，这叫印象。好，就把底片呢直接原稿，这是大底片的印象，那有小也有小底片，印象那样子的话呢，你也很容易找到你的资料在上面。啊，运动会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那民国66年、89等等，这样编下去以后，对你的一个资料的寻找，其实你要知道，这样两三卷底片可能只用到一张而已，你最先用那一张，那你那样做记号嘛？好，这是一个提供老师一个方法。以上。那如果说讲到自制媒体啊，像学校要我们做的这个自制媒体，就做一个教材，每一个人做一套，那我做的方法是这样子。啊，就是把照片呢，比如说我这样子一个，啊，一个资料，这个是林家花园，那所有照片呢，你一样把它编整啊，每一张一个 A4 纸，把它贴上去，那么做一个说明，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，啊，一个方式啊，当然你可以做了，有的更精彩的也有啊，那看你的对图文的说明怎么样子啊，那你把作品呢，这样子作为一个平面的介绍的话。有时候比电脑还方便，好，就是，或是烧成光碟。那我的数位相机拍好以后呢，就我做这个自制媒体做好以后，我的用光碟烧一个光碟，啊，光碟用这个 PowerPoint 来做，然后可以电脑上看，好，那也可以洗成照片，好，做两套出来，也可以参加这个电脑的竞赛，也可以参加平面作品的竞赛，好，这是一个方法哈。好，那么因为我今天带很多作品，那我上课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所有作品都是我自己拍的，这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它经过实验是可以做的啊。那很多人都讲的就是说可能照片很精彩，但问题不是他自己拍的，那难度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说我自己的作品都是我自己拍的，那么我可以告诉老师说问题在哪里，也许你对这作品这个 trouble 在哪里，如果你想了解我也告诉你啊。另外呢，相机哈，我再说明说一下好了。相机的使用其实找时间到底买什么相机，那我建议你啊，应该是买数位相机比较好，现在来讲好，因为实在是比较方便，但其实数位相机的拍摄方法一样，在我而言我是感觉没有差别，就是说我的数位相机里面是用这个装记忆卡而已嘛，那一般相机里面装底片嘛，对不对？它差别镜头还是镜头啊，所以只有一个差别，说它记忆的方式，一个是用底片，一个是用记忆卡，两种不一样的方式，那你想用哪一个比较好？各有优劣的。我举个例子给同学，给一个老师听哈。如果今天你放张照片，那预算放张照片，拍哦好棒，刚好一个夕阳非常美的照片，你用数位相机拍了一张照片回来，你会发现好可惜哦，没有用传统相机，为什么？你想把它放那么40寸挂在客厅或是当作品比赛，你发现它有一个缺点，它不能放大。一般来讲，我们300万束哈，大概只能放 A4 一张，400万束大概是2张左右大，你再大就模糊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注意到，不能放大是最大缺点。
啊，所以说这有时候它不能个，那你300万束、200万束，如果跟它洗是小张的，你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了，啊，你没有放大是感觉不出哪一万束拍出来的，这个相机拍出来看不出来，这你观念要搞清楚。那就是我到底买数位相机，我买什么比较好？那我建议你哈，数位相机是第一个，一定要搞清楚电池的问题。你不能拿以前那种的，一定要拿锂电池的。现在不是锂电池，你千万不要买。你拍了十来张就没电了，是不是很麻烦？不可以，而且你买那个四号电池装了半天，只有拍十几张，一定要锂电池可以充电的，一充可以拍一两百张的，这样才可以啊。所以不是锂电池，你就不要考虑，就不要买，再便宜送你都不要，因为很麻烦。第二个，那个记忆卡的问题，啊。记忆卡就是说，你如果你他送你一个16MB的记忆卡，各位同那各位老师，那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只能拍那么十几张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看起来那个相机写的介绍一大堆，后面小小一个刮胡16MB送给你，你没有看到那一点，你吃亏可大了，啊！如果这个一下送给你128MB 的，那跟16的差，你那个根本不能用，你可能把它丢掉，为什么？很讨厌，用十也就刚好哦，今天教育部长来，结果跑了一半。什么没有了，然后人就很尴尬，再拍几张没有了，所以我就带来很困扰。你要记忆卡，你要多，然后呢，电池锂电池要考虑，还有最后才考虑到这个几百万束问题。你千万不要说哦，买500万束就一定最好，不一定啊。其实够用的话呢，我就在的300-400万束绝对是够用了啊，那也是价位的1万块出头嘛。啊，我再提供给老师讲，其他的很多功能剪辑的问题，相机。不要太多剪辑功能，为什么？电脑上有软体可以做嘛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拉出来就可后面在里面做，啊，这个因为也是同学啊老师啊这个做参考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哈，我们老师帮我关灯好不好？现在我开始说了哈，用描述的方法啊，各位老师你们拍照哈，到底想拍什么东西？先要确认一下。我觉得摄影问题就是说，你千万不要太大的目标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这样放在作品告诉你为什么，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写摄影就是想拍一张58小孩拍好就好了，把我男朋友拍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管他那么多啊，就是说我把我家庭的人照好，把我父母亲照好就可以了，我只要学这个就够了。所以呢我今天讲就是说，你如果只是这样目标定的话很简单，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做啊。比如说简单的说，你们拍了人像照片，犯了一个第一个缺点，人太小嘛。你们往往把人拍得太小，照片的这个尺寸3×4寸，结果你们的人头太小，那么就影响了你的照片的素质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拍照片呢，第一个如果想把人像拍好，孩子拍好，有这种的，要不然啊，拍人像拍直拍横，直好横很好。如果你拍一个人。拍直幅会比横幅要好拍，注意到，啊，直幅比较突出，横幅不突出，因为人的比例的问题，这是黄金力的问题。人的比例，如果拍个人照或两人照的话呢，通常是拍直幅用的比横幅要多，因为它比较好裁切，然后比较饱满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好，注意看就知道了。好，那如果，这个是小孩的照片啊，这都是，好，这都是啊。啊，这是，然后呢，我刚才讲把生活照拍好，把旅游照拍好，这是出去玩的旅游照。那有些技巧，我现在先说明你要拍的内容，等一下再告诉你技巧哈。啊，这出去玩的旅游照片，啊，或者家居生活是这风景区玩的照片，怎么让它拍得好？啊，或者把你的小孩子、把你的太太、把你的先生拍得更好看，啊。等等，好，或是第二个，你只是为了拍大头照，很多老师都没想到大头可以自己拍，很简单，啊，像我是这个2寸照呢，我从来没有给人拍，都自己拍，啊，这也是自己处理的，在我在院子里面挂一个红的、蓝色的这样背景纸就可以拍了，或者在室外也可以，右边是室外，左边是室内，也是用我们135相机拍，只是我把它拍大一点点，然后注意到把鼻子呢。鼻尖这里呢，放在我们的整个照相机的画面的中心点，你会发现到你是，然后呢，头呢留一点点天，那么切了胸部线的位置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大头照，
啊，那一般的四寸一洗可以洗四张，你可以只要切开来，他帮你洗二的四怎么说两一寸的洗四张的四寸上面，那就是大头照啊。所以这只是想把大头照拍好，院子里面也可以拍成这样子，我没有刻意去表现它，我是为了做这个范例，所以我这样拍了一下哈。好，或是为了朋友的纪念照哈，你看我拍了怕他们买。所以人很多，我算一下五个人，我们就要我要拍整幅的照片，因为人头太小，所以你要把它拍满一点点，不要拍的又一占画面二分之一，那另浪费很多空间。好，或是舞台照片，啊，舞台照片就比较困难了，因为它牵涉一些专业的问题，待会我会讲啊。这是舞台的照片，你看得到不太一样，如果你没有经过一点训练，你绝对拍不起来。好，或是啊，这是舞台照片。啊，舞台照片拍得很漂亮，不难哈，不难哈。好，现在你看的是记录照，记录照不一样，它是一个把一个人记录，比如说，中下阶级的矿工的生活，那个时候你必须要把它拍得漂亮，你要表现写实照，把它当时生活状态拍出来啊。或是呢，啊，要拍个封面，你毕业旅行，这是同学毕业旅行我拍的，啊，要故意拍的有特色的照片。啊，就是哎，这毕业跟他不太一样的感觉，啊，这啊，我觉得不像以前排排站的感觉哈，你要有一个创意的感觉，在海边啊跳起来，拍这个用广角来拍，或者呢，啊，或者这个所谓的什么照呢，或者肖像照，这晋升为叫做，艺术人像照，它有它的技巧在，我这我可以告诉老师怎么做哈，好，或是呢，你看，在家里面拍。不要在摄影棚里面拍这个所谓艺术照啊，比如说加柔焦啦，打装暖色的绿色片啦，这都有方法的啊。好，最后这张呢，我顺便要说明的，就这张来说明，就是我们照片有一个比例，你知道吗？顺便教各位老师，到底人要怎么裁切？人要有些人切怪怪的，把它拍头切一半的也有，要是脖子切开也有，有没有？那怎么办？通常我们照相的比例的话是头要留给天一点点地比较好，那么下面呢大特写通常是到胸部下一点叫大特写，那么在胸肩膀这边拍过去叫大特写，这很少人这样拍了，只拍个头就很少人这样拍啊，所以大特写一般讲是胸部以下哈，这个是特写，你看那条线。第二个最漂亮是这种构图大特写，第二个呢在哪里呢？在肚脐的地方，千万不要放哪里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怪怪，你不相信，你把它放了裤裆线，放了胸部线，这张照片就完蛋了，不好看，就是怪怪的。不相信你拍照就拍了胸部切这边，你看看，很难看。或它的裁切线底下这也放在裤裆线，你这个人看起来就好像比例不太对。所以呢，不要切在这个地方。注意到，我告诉你，你切哪？切小腹这腹部肚脐的位置，还有呢，这里。啊，肚里是胸部的线在下面一点点，不是上面。再来呢，膝盖的上面一点点，不要裁膝盖以下。如果你把照片裁了膝盖以下跟小腿之间，你的照片就失败了，可以丢掉了，很奇怪，很难看。要不然你就拍全身，也千万不要把你的下面的裁切线放在那个脚盘的地方，你就放在这里啊，也是不好看。人好像是脚被脚趾切断，很难，很不舒服了。好，还有第二个，手怎么放？你拍人的时候手注意到，像我们拉单杆这样拍，把手切了就不好看，手断掉一样感觉。手尽量拍出来，拍人的时候手要拍出来，手是指一个很重要的器官。所以一般的为什么那 model 喜欢拿花，搬这个右肩搬左肩，那重在哪里的吗？其实他只是为了要把手拍到而已。手不能随便切，因为这样手伸就切掉，难看死了。好，这只是提供给各位老师一个参考。好，你看这个是切的大特写，你看头有六点。有没有？然后这里呢，特写，这里可以手呢拍进去，干嘛手拍进去？这不手特别好看，你不拍手就怪怪的这样子啊。手放进去是为了整个画面很完整啊，这是一个方法。